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有一只特别的猫头鹰，它几乎每日都会飞到一户民宅的露台探访98岁高龄的婆婆。它一见到婆婆就会咕咕地叫，就好像跟婆婆聊天，有时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陪婆婆晒太阳，是很有灵性的动物。据婆婆的孙女说，在今年2月24号第一次见到这只猫头鹰，当日咁啱系爷爷逝世2周年，之后猫头鹰时时飞到佢哋屋企，但通常只系同嫲嫲吹水，对其他人都唔理会。见到猫头鹰陪伴嫲嫲嘅温馨场面，孙女感动咁话：屋企人都觉得爷爷透过猫头鹰显灵，因为嫲嫲同爷爷相伴近70年，两人关系一直好好，相信爷爷系以另一种形式陪伴喺屋企人身边。无论点都好啦。有咁乖巧嘅猫头鹰解闷，令人觉得好温暖。